生鲜视觉秤、生鲜称重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，让生鲜商品像标品一样在收银台结账，去掉了称重环节。门店不需要称重员工和传统电子价签秤，省去了人力成本、硬件成本、价签纸等耗材成本，节省了塑料袋的使用，提升了门店的销售。原来的顾客忘记称重、秤签破损导致银台无法结账等问题不会发生，顾客免去了称重、银台的二次排队，减少等待时间，提升购物体验和门店科技感。收银员操作简单方便，扫码动作变为点击确认，比扫码速度更快。生鲜日常售卖过程中，首先要解决临时变价、出清等问题。配套使用荣讯的移动端管理工具，生鲜客长随时随地用手机就可以操作变价，特别方便省心。我是超市发收银员，用了这个视觉秤以后，感觉顾客不用二次排队了，在这边又能收银又能结账，也不用打价签了。然后就是顾客看见感觉挺新奇的，这个东西可以直接把，假如说把葱称下来以后，这儿直接自己就显示了，然后顾客也能看见，他也能看见，我也能看见，也不会说称错呀什么的，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挺好的。不用称重，款台直接结账。现在科技都这么先进，都不用去称重台排队就可以直接收款，太神奇了！这个 AI 生鲜视觉秤助力商超向智能化、数据化迈进。以北京京客隆新源店为例，上线 AI 生鲜视觉秤后，7月7日识别交易次数3125次，识别率100%。目前已于上海联华、华润万家、胖东来、步步高、东莞嘉荣、北京超市发、北京京客隆、保定惠友等大型连锁商超批量上线。 AI 生鲜视觉秤成为线下零售的必然之选。荣讯，让零售更智能。